哇，亲爱的忠犬又搞起来了，又嗨起来了。现在后面有个厕所。可是我得跟你们在一起。来，我们一起走。老师。我错了。连我们三个人顶起来，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面，我操！看到我们的大环境，他妈的，怎么拽还真的有？看到我们的大环境。我们好久没来，哎，太可怜了。厉害，亮啊！什么时候？我还得拿一个早餐。我操！